谢谢。下一位，夏至。我叫夏至，就是那个节气。不过朋友们都说我更像惊蛰。啊，开个玩笑，有点冷哈。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我能吃苦，而且性格开朗。我朋友超级多，我微信联系人都满了，和人沟通那就是我的强项。我这么接地气，更能和旅客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要你的联系方式，你怎么回答？我长得这么安全，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最后就剩这个夏至了，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乘务员应该有的样子啊。但他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语言和表情也很有感染力，我相信我们的乘客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近两年我们空乘部的辞职率非常高，核心原因还是抗压能力不足。我们面试那么多人，这个夏至是最不紧张的。你再结合他以往的履历来看，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抗压能力。下面我宣布录取名单：李宇恒、王艳、胡夏阳朋友、胡夏阳朋友、庞赫、胡夏阳朋友、胡夏雅是谁啊？陆凌，我大学同学，从不复习，但是逢考必过。刘青、胡夏阳朋友、王威。张雪儿、戴香怡、夏至。空乘部有三个月的培训期，由艾经理带你们，在此期间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么很遗憾，你们还是会被再次筛掉。今天就到这儿。不是，我想来请领导联系。李宇恒，你的初试分数呢，是我们本组里面最高的。但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我们的面试规定里面写了，你们需要盘发，而且发尾不能过10，这一点你没有做到。对不起，老师，我早上来的时候挤地铁，不小心把头绳给弄断了。就乘务员呢，是一份很需要展现综合能力的职业，将来在客舱内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嗯，我懂了，谢谢老师。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哀家就行。夏至，你呢？首先呢，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另外就是回去以后好好练练你的站姿，还有。你需要减减肥了。啊，好，加油吧。嗯。没事儿，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坐地铁来上班。宇恒，那我先走了，宇恒。拜拜，拜拜。终于追上你了。以后我们加个微信呗。好啊。哎，你微信不是满了吗？啊，微信上限不是5000个吗？我才4800多个，还能加你？顾不了好，顾不了好。我在澳洲那边，部里有什么状况，及时跟我通报，不用考虑时差问题。你等我一下啊。啊，丹青哥。宇航。
过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毕业前半年一直在准备功课，没想到这次面试真的过了。那是你努力应得的回报。好久没见到你了，这两年你也没带阿姨回苏州看看，我妈可想你们了。阿姨还好吗？嗯，挺好的。对了，我前几天回家收拾东西，无意中翻到了以前的照片，你看。这是我回老家看外婆那次。以后又可以经常见到你了。秦阿姨她还好吗？挺好的，就是闲不住，还在搞她的设计研究。等我这边落定了，找时间去看看阿姨。你刚来这边也没什么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告诉我。谢谢南亭哥。不用那么客气。环游世界，打卡全球美食的愿望能实现不？必须的呀！我这条咸鱼从此之后就要翻身了，过了。啊，可以啊你！蒙蔽了陆恒的眼睛。怎么说话呢？恭喜恭喜！不过你也先别替我高兴，我这后面还有培训，还是有可能被淘汰的。哎呦，不愧是好姐妹啊，这状况都一样。你怎么了？我要去澳洲封闭培训两个月，怎么去这么久啊？不知道。被人一脚踹到了金字塔底，未来指不定成什么样。谁呀？谁欺负你啊？你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不用，我自己收拾。哎，南亭回来了。哎，王哥。南亭回来了。张阿姨。张阿姨。哎，南亭回来了。啊，您这橘子长得不错呀。嗯，长得挺好。妈。哟，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最近这天儿不是容易感冒吗？给您备了两盒感冒灵。家里的油盐是不是快用完了？我也给您买了一些。哎呀，真把你妈当成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了，连柴米油盐都要你操心。您做饭的时候缺盐少油又不是第一次了。你又要出差啊？对，去澳洲，改装。注意点身体，别那么操劳。这怎么是操劳呢？人这一辈子干的工作正好是你喜欢的事儿，有几个人有这种幸运呀？啊，我上个月被我们设计院返聘了。您还放不下工作呀？没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商飞的那一天就不可能放下。我们团队集体努力那么多年的气动外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还是搬到我们那个小区去吧，我照顾你也方便点。这么病好的照顾我，照顾我，你真把我当成幼儿园大班的了。我们那儿房子住得舒服一些。这个房子你现在看着旧，看着小，当年你爸刚分的时候，这个房子是最大、条件最好的了。我都住习惯了，不舍得搬。行吧，嗯，活咽下去了。葡萄籽可以抗氧化，这橘子籽可不行啊。我不是养生，我是嫌麻烦。哎，你那房子租金别老打给我啊，你自己管着。那房子本来就是给您买的，您不住，那租金至少收着吧。这种事儿多麻烦呀，我不愿意管。嗯，你那个房客
是个女孩吧？你见过吗？不过挺本分的，应该是个老实人。孙老师，那个房子的设计图可不可以调整一下？可以啊，不过你着急吗？啊，没事没事，不急，反正我也要出差，但是有个突发状况，预算可能要减少。哦，好好的，没问题。麻烦您了，麻烦您了。啊，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你干嘛呢？客人皮太热了。航空限量版，夏至你，啊，我的脖子，哎，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人家李宇恒走路都那么优美，啊，我走路跟个大汉子似的？李宇恒是谁？我的心机偶像，我预感呀，他未来会是最棒的空姐。我已经是旧偶像了呗。一日为偶像，终身为偶像。OK OK， 行了，我就要把你挤开。今天在咱们公司看见李宇恒的男朋友了，好像是个机长呢。机长啊？谁啊？这我哪知道？好像姓顾吧，长得老帅。顾，你说以后我要是当上空姐，然后再娶个又帅又多金的机长，你想得美！把你发配给我房东当儿媳妇儿差不多。你房东啊，他儿子是不是就是那个神秘的男闺蜜啊？什么男闺蜜，我都没见过他。房东很多事儿懒得管，就交给他儿子去解决。没谱，一般地主家的儿子结婚都早。不一定，他联系方式用的都是清新脱俗的电子邮件。啊，凭我的直觉，他一定是一个大龄闷骚单身宅。真的？介绍介绍啊！我不喜欢这样的。总盼望相见与明天，想逃离琐碎纠结的原点。Shining star明天早上七点，在这里准时集合，发车去机场学习七八七的绕机检查。希望各位都能够认真对待。Guna Ting! Oh, it's great to see you. I missed you. Hi, Kaya. You know, I've been back here twice. I haven't seen you. I guess it's my lucky day, huh? You ready to compete again? I'm here to work. You? Yes, me too. Me too.你看，南丁哥的关系就是广，你八成是考不过了。为什么？眼盲耳背。Still as strong as ever, huh? Same to you. All right. Oh, I'll see you around. See you.我可是挑事儿了。别看。无论曾经你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换了金世子，一切就要从头开始。任何懒散怠慢的心态，必须迅速调整到位。作为教员，我会对你们的训练成果负责。我希望各位在未来都能成为最成熟、最让人信任、最有担当的飞行员。今天我们先学习787的绕机检查。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 SPF 50的，赶紧涂上。不用不用，我过了，你抹你抹。等一下，宋宋，你们干什么呢？报告教员，我们在抹防晒霜。飞行员队伍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基频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宋宋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撑得住吗？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连累你了。说什么呢？其实南亭哥说的已经有点道理。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该上课上课，回去啊私下狠狠骂咱们。这才是最优解。像灭霸这种人机械刻板，一看就是受了填鸭式教育的毒。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离得太远了，都没听全。回头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功课不能落下。展翅。
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啊，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哎，累死了！以为当了飞行员是飞着飞哪玩，没想到这么累。是啊，无语了都，还不都怪那个大魔王？哎，大魔王来了！顾教好。不知道顾部长中了什么邪，这么往死里操练咱们，这哪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上奥运会。小姐，你好点了吧？哎，你疯了吗？这要是让南京哥看到，你就歇菜了。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昨天少辉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击，咋了？被训惨了。啊？咋了？对。哎，我听说他这个人啊。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行了行了，都忍忍吧，赶紧收起来。You see, thes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又是他们俩。哎，算算，走走走，坐下，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吗？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我们这么多人呢，可不大，可不是。对，哎呀，好了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谢谢小姐。小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啊？哎呀，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我能。前几天的体能测试，3公里跑了13分钟，悬梯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其他人呢？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屏幕。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还有1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人。继续。
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顾教练说的有道理。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啊？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不用还我了，反正以后也不能戴。把被子叠好。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豆腐块儿。有必要吗？这不是你们货机，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你看清楚，我只做一遍。我。你干什么？删了。删了。我不想重复啊。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删了。顾教员，你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啊！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只有将“严谨”两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展大方，精力充沛，眼神要平视前方，眼神放轻松，面带微笑。我们一个微不足道的笑容，很有可能会给乘客带去一天的好心情。夏至，你这样会吓到旅客的。你看看宇恒，笑容要真诚，要发自内心。你自己好好练练吧。平常说话呢，要习惯说一个字，请。当你们跟乘客说请的时候，就是将尊贵感留给了对方，让对方呢能体会到被尊重，再以谢谢收尾，既能传递善意，又能拉近和对方的距离。请您收起小桌板，谢谢。请您收拾登机牌，谢谢。请您系好安全带，谢谢。请您调直座椅靠背，谢谢。你的语气太生硬，声音也太洪亮。再来一次。请您打开遮光板，谢谢。你知道飞机上的机械噪音有多大吗？你这样的声音，乘客听得到吗？走也不会，站也不会，坐也不会，连讲话也不行，笑都笑得这么丑。那这次发现我就是个废人。慢慢来嘛。哎，你们笑的都比我好看，为什么呀？我每天在家里面咬着筷子练习啊。你可以多放松一下你的脸部肌肉，像我这样把嘴巴啊啊啊，其实就是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发
啊呜一的音，啊呜一，对，做十次就能放松你的脸部肌肉了。试试，啊呜一。重大消息，你们知道那两个傻老外为啥总找咱们茬吗？为啥？他们呢，都是凯恩的学员。凯恩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来的第一天跟南丁哥握手的那个。几年前啊，他跟南丁哥在模拟机上比了一次，直接被完爆了，当众交三层冰水，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原来我们是替灭霸背了锅呀！我就说第一天见面就不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不行，这锅咱不能背。你什么意思啊？得去那顾部长那吹吹风，让他跟这个凯恩再斗一把。这样不光咱有热闹看，那顾部长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咱。有道理。嗯。以我对灭霸的判断，没戏。哎，咱们可以迂回啊，去跟凯恩的黄，怎么样？好像是个办法，但谁去呢？谁去？要不我去。嗯，小姐，要不然你……哎呀，就你最合适。那越是弱的人呢，去拱火才越气人。你品，你细品。Touring To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果断使用最大推力。起始姿态20度，正时减速板收上。哟 ，Polly！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啊，我整天在家练习，连他都会了。Polly 是个机长，你别把他给练成空少了。哎呦，看把你困的，怎么样啊？最近练的？别提了。我还以为坐空姐有多轻松，光训练我就惨绝人寰了。我每天做100遍同样的动作，说100遍同样的话，那快成复读机了我都。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弃？那不能够，等着瞧呗。好，那我就等着跟你一起飞了啊。Touring To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今天所讲到的操作要点，大家回去之后要认真复习。目标是达到无误操作。I thought we were friends here, but it looks like somebody wants to play dirt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Oh, it's nothing. We're all entitled to say what we think, but this is about my professional honor. You were lucky to steal the victory last time. Now I gotta prove myself to the class. Your capability has won the respect and the recognition of our industry.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prove. They're questioning my ability because of the rumors you've been spreading. So it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be a face-off. You and me. What rumors did I spread? Be more specific. 比就比 ，Who scare who？ 部长，表面颜色看看。部长，表面颜色看看。What's it gonna be? I've already told you, I'm here to work. 我就说吧。走了。顾部长，不用你出马，我帮你比，我替你比。我也去。我去比。全体操场集合，加练10公里跑，现在，马上。
还有五圈，坚持住，小姐。哎，不过你是怎么知道今天这事儿肯定成不了的？你们都高看他了，以为他是中国队长，他就是个窝里横。你怎么来了？安全维护大会，把住宿直接定这儿了。本来不是我的差事，我抢过来的。军事航展，还是你了解我。吃饭没有？找了个中餐馆，给你打包了一份烧味饭。谢了。哎，这次改装的学员里面有个女飞叫程潇，你认识啊？印象深刻呀。在里头呢。这阶段的训练已经达标，但他坚持要把剩下的时长练完。这么拼？这几天每天体训4小时，模拟机4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教室里。我还以为是个爱玩的疯丫头呢。是有点疯，可惜他不适合这个。你不看好他？She's still practicing inside. I gotta grab some food. She's all yours. Okay. 的确如此啊。那你先忙。好。你要休息了，我还有很多机式可以用。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速不可靠、惯导失效。今天到此为止。那我自己来。没有教员，你不能在模拟机里训练。既然你那么要强，就去练固定模拟器去，多久都行。行。女士，请问您要喝点什么？红茶。好的。女士，请问需要喝点什么？啊，不，给我橙汁吧。好的。算了，我还是想要红茶。嗯。啊，不，还是橙汁吧。女
士，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呀？这么纠结啊？啊，女士，您看，您要是在红茶和橙汁之间这么难选的话，要不给您来杯红酒吧？酒可比饮料贵多了，多赚。是谁让你帮乘客做决定的？女士，您的橙汁，还有一杯红茶，请您稍等。红茶给我一下。哦。女士，建议您先喝红茶，间隔半小时之后再喝橙汁，不然一冷一热容易伤胃。谢谢。不客气。小姐，上回背来的仙遁银耳，给你润润喉，补补气色。说。何不平静，再次飞向你，眼你未留轨迹，盼生知道你声音变得清晰，融入你专属的空域里，you